实在打拼，认真的生活，草地状元。朋友啊，迄暑假得够啊哦，辛苦了安尼规半年的时间呐，应该哦趁这时阵会好好甲家己哦犒赏慰劳一下啊，来一个放松之旅啦。大家有想好讲要去倒位啊耍无？我阿灿啊，今仔日啊就要带大家呢来去平湖，安尼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哦，享受海岛的风情，介绍给大家上好食、上好耍的物件，紧将行李啦、包袱啊、款款的，做伙来去外岛耍哦。首先呢，我要带大家来去平湖耍，和我这个平湖竞赛安尼表现一下，好好甲你介绍好的物件给恁哦。阿来去，阿来去，咱要对台湾飞出去呀、啊！哇，袂歹咧，这就是平湖啦，平湖今日你看，哇，这天气哦，拄拄好，啊无风，哦啊无日头，哈、啊，很凉快，袂歹咧。师傅，今天哪会来到平湖？我是故乡啊。哦，你是平湖人就对了。平湖人啊，系啊。哦，你哪来？哈哈，我平湖竞赛。哎，那也对哦。啊，平湖人，你平湖竞赛？对了，当然了，我平湖竞赛啊，所以今天办我休困，我就来这佚佗。哎呦，对啊，哎呦，你这你啊平湖竞赛，你定来嘛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是平湖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哦，你讲，你讲，我讲，你讲物件哦，一般人唔知影。唔呀唔呀，平湖诶。臭豆腐，像影无影我这朋友今仔我毋捌听过呢，朋友后朋友臭豆腐特别了，朋友的臭豆腐甲台湾无共款，嘿嘿，啊啦，这种也神奇啊，台湾臭豆腐，朋友的甲台湾这个无共款，哎呦，无共款，无共款，安尼，啊，既然吼，因为你是基本上大西咧，你那你哦，你建议的吼，你推销的一定好食。哎，安安，咱来，你坐我来。我就咱两个拢在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好不？我坐你来吃，好不？好，行。江边的灯火呀，引阮的心情。音乐声真快乐，江边的酒家。啊，我知，你找我伫只江边，要找我去江边的酒家。无啦，江边的酒家。啊，无你无代无志要食臭豆腐，你找我伫只江边啊，是要创啥？食臭豆腐爱出海。啊，就伫个船顶。哎，无唔对。哎，安尼有影特别哦。特别吧。好好好，准啦。来，准哦。赞。我给你盖小姐哈，这陈大哥。哦。陈大哥，你好，陈哥，你好。嘿，听讲你咧卖臭豆腐哦。无啦。我哪有咧卖臭豆腐？无啦，无老妹，老妹，带爱出海，爱出海。哦，出外口去啊！是。哦，安尼好，我坐你个船啦。好啊。啊，奇怪，真奇怪呢！嘿嘿，吴师傅伫咧讲哦，有一种臭豆腐啊，是平湖才有的啊。啊，即马佫讲哦，爱出海才食会到。要唔过哦，这个船头家陈大哥又佫伫咧讲哦，因船顶无伫咧卖臭豆腐啦，啊，搭一声拢飞去啦。啊，我是不是去坐到擦船啦？来，参考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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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过来这边。无啦，啊，迄香王嘛，迄饲鱼迄款，我太阳过啊，真有臭豆腐。哎呦，这是平湖特别的所在啊，特别安怎？臭豆腐的物件哦，拢是伫咧食。你是讲鱼房啊内底？嘿啊，啊要食这臭豆腐，你是爱先去斗三工啊，啊无我想到要带你来，对不对？嘛是有理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来。大哥，哇，啊，是啥物鱼？海蛎啊！哦，海蛎啊，哟！对，咱即摆起来，遮是要做啥物工作？我个海蛎啊，死坨坨。陈大哥，哎，啊，鱼啊是安怎？怎样在洗？有洗有无洗？它差很多了。为什么？它在海上哦，会得到鱼丝。透丝哦，就刚像咱的啥物目屎啊？对，但是它是透明的。透明的，对，你看无？但是它一旦得到那鱼丝以后，它的食欲会减轻，一定要等它不多。侵蚀他的眼睛，按过于透明的看无呢，它的食欲会减少，你就会看到了。啊，即马咱就是利用加水加碱水，它的渗透压不一样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利用它的物理原理。哇，因为我们完全不用药。哦，这厉害。那个吴师傅啊，你这鱼的擅长你那么，啊，这行你那唔捌？鱼啊吼，各行料理我拢捌。哦，啊要安怎饲较大尾、较水、较肥，这两专家。哦，哦，
是安尼啦。对哦。为了吃朋友哦，吃有诶臭豆腐哦，哈哈，我甲撩落去啦。也毋过哦，奇怪咧，这海蛎啊，毋是海水鱼啊，啊用这井水洗，会干袂死去哈？陈大哥伫咧讲哦，这海蛎啊呢，伫咧井水啊，上侪只有是会当活七分钟，所以讲动作爱紧，佮加上这井水啊，大概冲三十秒，这海丝呢，伊就会脱落来破掉死亡。也毋过哦，我听吴师傅伫咧讲，这位陈大哥真厉害，伊毋那是讲哦，是第一批用这香网伫咧偏湖啊饲鱼的人，敢若是年产量呢，就有200吨啊。啊，这是啥哩？你叫船长迄落准备啊，下昼要食。准备这海产吼，拢是澎湖人当地澎湖人爱吃的。有些什么海产？吼，红鱼啊，哦，这些黄鱼，吼，高母鱼，高母鱼，对，吼，啊，搁有这个五花鱼，好，这五花鱼，这五啊，大尾偌贵的，你知影无？有影，嘿啊，咱今仔食细尾都食细尾，食细尾，啊，这海鳗，有，你是澎湖囝婿呢，哇，我一定要传较澎湃给你食。对，料理你就教我就好啊。给予我认识一下啊。无啦，这是要鱼仔食，不是要人食。啊，咱过来你传这个。枵死。无啦，这鱼仔要食，啊你要传给我食。这鱼仔要吃？嘿啊，鱼仔要吃。陈大哥，我这么太阳之客，哪有吃这？吃鱼仔吃了，我无吃鱼仔，吃到营养。哎呀，你读这是白读，你讲你读啥？我读澎湖的养殖科啊。澎科大。不是澎科大，养殖科，养殖科，啊，不过，啊，养殖科，敢你唔知影有伫食这无？啊，不过我读一年了呢。啊，你无你是啥？你是迄落遐养殖科遐鱼啊，拢食三四面，剩了其他无食呢。我落读养殖科是讲鱼要饲鱼啊麻烦，我落去钓鱼啊。啊，是人专门的较好啦。所以这是鱼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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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真嘞！哇，用新碗，哇！哦！哇！海鳗的教练！哇！啊，老贵啊！你这只呢？哦，对啊。哇，啊，这只会饲多久啊？14个月啊！14个月！哎，你多少公司？14个月就会当。差不多，今年开始咧采收啊。差不多哦，差不多嘛吼。师傅啊，啊你规个头壳哦，拢敢若想食的尔啦。也毋过咧，陈大哥伫咧讲，伊除了吼穿这澎湃点心来饲鱼啊以外，佫无惜成本，请中医师啊用12种的中药调配秘密鱼啊饲料来饲鱼啊。讲鱼啊若食了啊，除了讲会当增加着抵抗力以外，肉质会变甲更加新鲜，佫更加 Q 哦。啊是讲哦，这鱼啊嘛是洗好啊，啊嘛饲了啊咧，啊这偏湖的臭豆腐是伫倒位啊？啊，咱这鱼啊洗了，啊佫过来，即摆这是甚物鱼啊？即摆这龙江青翠，龙江青翠啊，你知无？在，龙江，这是偏湖人上爱的，即摆是澎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鱼啊。安尼哦，啊，真水哦。安尼哦，即摆要创啊？要出外鱼啊？啊，若像这种送普通，是拢送去倒位啊？送咱偏湖台湾。你若青菜，就是讲偏湖较侪啦，偏湖较侪，一位一位的人食的比较好。是哦，这是哦，台湾哦，开刀啦、生囝啦、食鲈鱼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偏湖人呢，生囝开刀就食青菜。对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哇，这你看看你安尼，逐项鱼啊，我你到底是差不多饲偌济啊？差不多6公斤。6公斤是差不多几个磅？差不多90几个，80-90个啊。啊，遐济磅你拢知影内底有啥物？啥物？知啦。啊，就一磅的。逐工咧饲啦，唔知。你是养殖科的？啊，对。对鱼啊，你就上来啊。来了解啊，你切水鱼我上了解啊，连接吗？系啊，啊你要安怎好咧好啊？啊，今摆佫甲伊爱甲你教无？哎，就即帮河鱼啊，河鱼啊，无呢？陈哥，我现在看这部拢是你在用的呢。唔，我已经，哦，我做遐济啊，我草地状元呢，我当做过。系啊。你唔是啊？一撮甲查煮煮的，你抬只鱼啊，啊，人也免讲甲掠，也免掠鱼啊，对吧？本来家在阮去掠，啊掠长啊，互恁在遐煮的啊。哦，我掠，这个我掠，好不好？你也要掠。会啦，你网个去过落去钓去安尼的了。哎呀，啊对啊。简单的代志，哪会袂晓？是不是？七块卖就。假设你袂晓了，对。咱当河看，一斤足重。不要。
这个真的真痛。我牙痛啊，你牙一开，我就跳落去，我一痛。哦，哎啦哎啦，牙齿哎啦，是讲要搁加些，加鱼啊来对哦，就再先生啊，对，好来。卖烧炭哦，烧炭哦，这家。痛啊！牙没掉，烧炭呐！哎呦。放好吃就好啦，哦，那安尼啦，嘿啦，哦，真淡嘞，安尼啦，哇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是吗？哇 ，My God， 哇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草地很大，草地草很多，就是这样，哇，看到鱼啊不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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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大王转，我哩我哩，你。你无法度啦，会啦，卖啦，你无法度啦，奇怪，你今日今日多劲呢？卖啦，你无法度啦，我头先硬讲，你真正无法度啦，讲起无法度，我卖好，我伫个想你安尼，即安尼夹住诶，嗯好，夹住啦，啦，我看过诶，哇，哎，都有啊啦，即摆去买点好，哎，我先来啦，上班，你来啥？你来啥？即摆我先检查看有青梅无，无你若无就搞搞着。哎，佫无嘞，真是！伊个车名，你讲的啥物？这只对啦吼，这对啦吼。对对对对对啦，哎，你敢输啊？我要说你呢，你莫包落去呢，你要包落去，再这节目我来帮你主持好啦。你来做帮我主持这节目，这合理哦。好啦好啦。哇，赞赞！有啦有啦有啦。哦，基本上赛，基本上赛，基本上赛，赛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今日差不多要用偌济啊？爱几多？500尾。哈？500尾？长哥，你卖完了？500尾啊你啊？哦，哎，超过了，500尾。哈哈哈！哦，好个代志。吼吼，吴师傅啊，你安尼嘛想过闹亏啊啦？哦，佫想讲哦，要代替我？陈大哥伫咧讲哦，当初呢，伊个饲鱼啊，是因为偏学水事所呢，伫咧西屿乡弃养乡王养殖啦。原本伫咧码头做工程的伊啊，感觉讲哦竞争伤过大，想讲哦要转型做饮食经营的事业，所以讲对民国78年开始做，到即卖啊，差不多呢嘛饲了20多年啦。啊，既然啊安尼哦，吴师傅啊，我着阁予你一摆机会，啊，即声哦，你也好好把握无？听讲哦，你就是咱这平湖人嘛，对无？对。啊，你讲哦，你对鱼你来做哩啊，做内行啊？做了解。啊，你即互你钓。这，哎，这我钓。对啊对啊对啊，互你钓啊，钓大只，唔只会穿。无问题啊，我平湖人呢。对啦对，即互你。我海王子呢。来，好海王子，好来，你来甲钩。钓我先夹起来。啊，先来来钩。来，钩只，直接卡，卡只片只，钩起来。安尼，安尼几多？哎，落皮船有无？这边鱼啊，存咧活鱼啊，定拖，啊来这鱼啊，落喊。哦，安尼对嘛，安尼对嘛，吼。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我讲我骗我人对不对？厉害厉害，好来。我养殖科的呢。好来，啊网啊是对啊，网啊，来，来，来，准备好哦吼。这要钓的这是什么鱼啊？大拉。哦，大拉，大拉，好，等下起来爱甲钩落去哦，这大拉，哈。哇！炸皮啊，炸皮，炸皮，炸皮。我登记啊！我你倒位的？偏河的哦，啊偏河的，你规地拢要加去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啊无啥，是鲨鱼吧？无啦，加拉只的。加拉呢？啊，只来规挂这船在。对啊对啊对啊，伊的拉力很，他很强啊。我没飞，你到底会不会会不会掉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。再绑一次啊！再绑一次哦！来来来来来，来这里有了。要急啊！要急啊！你来了，好，这样就对了。哎呀，对嘛，这毛较粗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好啊，好，来啊，来啊。好，来，给我钓，给我钓。Yeah, OK, yeah. 有啊无？嘿，啊你龟壳，连龟壳拢去，连头都无去。哦，这是怎样 ？My God！ 哦 ，My God！ 这鲨鱼吧？干啦，我跟你讲，干啦，你都看到啊。三哥，别烦恼，哎，够饲料。OK， 哦。红干吧。来来来。掉哇，有看到无？一摆相食。相食你两斤钓无一只。哦，差有够多。
哎呦，吴师傅啊，你嘛想过落差啦啦，连一个旮旯啊，你都 hold 不住。陈大哥在咧讲哦，这位旮旯呢，算是偏鱼在地鱼啊啦。伫台湾本岛啊，通常若板桌请人去啊，拢会用石板来做料理。也毋过呢，伫偏鱼板桌啊，迄桌顶是一定哦爱有一道旮旯的料理啦。即摆哦，既然哦陈大哥抓到两尾旮旯咧，嘿嘿，吴师傅啊，点功夫的时间到咯。草地大主厨，我是黄师傅，天天都幸福。我是电锅王子吴师傅。哦，哎，电锅王子，你来出门就爱那个提一个电锅，即才讲电锅王子啊，你啊，你啊，咱这边伫海中呢，哈，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哪有电通去插？哎呦，无一定爱插电，要你通拍开看麦啊。哦，我来看麦啊，一个看。哇，哇，锵锵锵锵！哦，这个在内底。嗯，还有这个，这是要喷啥？这是迄落，迄落惊讲哦，曝日啊。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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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罐吼，就是我的神秘水。我等下做料理的时阵，真简单，抓两下啊，好食到你的口水水啦。不影不影，你唔相信吼？无你啊，较多较多。哎，卖我无爱，你喷的唔是物件。哎呦，你等下卖甲吐我来讲。不影不影，真的。等下我会给你。哎呦，我啊，不要紧啦，等下我看到底是要安怎做。来，哇，这边打你来，水无？来，大个来。哦。啊，咱用到这支这细支是要怎用？这支吼，其实原本是要给你用的啦。是啊，那是我人细汉才用细支啊。哈，不是因为吼，你原本要叫你杀鱼啊。干那拍人，我就会。对对对对，顶个出外景，那拍人你有够厉害的。哦，这个我拍着。哎，我够拍了。不过咱陈大哥真贴心，你看，拢给咱杀好啊。哎，安尼哦，好，安尼哦，对对，安尼你啊，等下陈大哥啊，食较济咧，好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啊，志刚哥好哩，好，啊，你嘛你麻烦，啊，夹好哩，你搁夹好我，无，我是主厨呢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大家有啥倒啊，安尼好，啊，你家有倒啊，上好嘛，爱济较差不多。吴师傅伫咧讲，这旮旯上好食呢，就是鱼背肉啦，因为哦较 Q 新，也唔过呢，一般的人啊，真少哦，摕这旮旯来做沙司面啦，敢那偏好食有诶哦。而且呢，偏有特殊的食法呢，就是爱挂皮做伙食。看吴师傅那两三下就将这鱼肉啊、甲骨头给分开啦，啊，再搁详细检查幼齿，了后安尼一片啊一片甲留落来，沙司面就完成啊啦！哈哈，今来试一试看卖啊！哎呦，那个瓦萨比啊！啊，你啊沙司面，你在问瓦萨比？我无知。啊，无啥物仔食，我知影你食着鱼仔就甲臭臭尔。食沙司面，用瓦萨比哦，是北部的食法。哦，北部。啊。啊，恁平湖食就无同。也是这，你看，哈。你看。不是啊，啊你家己，你家己吃，啊你不是要硬我吃？你大公你不爱用啊。无你买啦，叫，咩，我只有你永春咧，我咧永春咧，只就有啊。来，啊，歹势啦。袂啦，哎呦，你啊，看嘛，你这款吼，这款豆油个甜甜安尼吼，啊，佮有掺一款咧，迄芳芳的味的，迄到底是啥物件啊？这个独家秘方啊，那是。好了。哎呀。啊，今麦当一点啊，好啊。啊。会刷嘴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伊爱搞一个这个，啊，就煮好。对不对？啊，无伊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这内底有啥物件好？你来看，有姜，有辣椒，有蒜头，啊，拍拍，给等你内底。啊，无够哦。豆油。对啊，豆油。啊，你食起来是不是有一款是平油辣天嘛？有一款物件稍微酸酸，给你开胃。柠檬汁，你看，这个做清包的，我有榨一罐，榨一支菜刀，加有香王杨枝，足济，安尼就可以。啊，电锅你加冒的，好不？等你啊，就啥物货，我就现抬，咱就现喷两个啊，就现吃。俗语说得好，跟错人住牢房，跟到吴师傅啊，哈哈，真正上天堂了。出外见我不比吴师傅呢，真正是行到倒位，食到倒位，啊是讲哦，今仔日咱咧乌龟煲啦，差一点啊都袂记得讲今仔日的目的，偏学只食会到的臭豆腐呢，哎呦，到底伫倒位啦？那即卖哦，咱咧见哦，啊，转来这厝啊，对？啊对。啊，转来厝只。
到底我即马间一直想无啦，啊你讲要食迄个什么臭豆腐的啦，啊海上都无啊，是要即马是要？啊，无。咱拄则毋是做无用的，做用对啦。啊，伫个香港搁掠鱼啊，有诶无诶？对啊。就是要找迄样物件。啊，要找迄样物件。嗯，啊找着啊。到底是啥物件？来，过只。哦，啊，你即马是当作我目睭透通看无？啊，即落鱼啊，即若是臭豆腐。对啊。香港内底就是有这臭肉鱼啊，臭豆鱼啊，啊加着臭豆腐，嗯，啊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啊，是咪拢有一个臭？有啊，拢有臭掉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这喜欢叫臭豆鱼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无讲我都唔知。好来，啊，这鱼啊，本身吼，伊就食一寡迄个海藻类，海藻，啊，珊瑚、甲珊瑚礁也去蹭。哎，啊，所以伊起码吼，就偏要天气是咪做热爱？对。啊，伤过热了吼，伊这腹肚会发酵，腹肚也发酵，会发酵，啊，就产生一个臭味，吼，啊，你该闻，伊这气味煞真重。啊！你莫去来帮哦。是安怎讲？我斩波鱼啊，我上惊伊哦。你上惊这款鱼？哈！我变啊，这尾哪会惊？我变啊，细汉钓到这吼，我都爱去放尿，你知影无？是安怎讲？因为去插钓啊，伊个刺啊，伊这刺啊，你看这，好不好？啊，变插钓了哦，害啊！尤其枕头啊，就是一直拔，啊，一直抽，一直抽，啊，这是抽痛，这是有毒啦。人讲伊这边神经毒啦，啊，伊个煮过了就好啊。啊，不过老实讲，我看到伊我会惊。嗯。啊，所以我请到一个达人。这太医的达人，对哦，这臭肉鱼吼，臭豆腐要做正经吼，这臭肉鱼处落去了吼，哦，真简单，咱计甲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啊，这达人是啊，这陈大哥传去抓鱼啊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陈大嫂啊，哦，坐啊，来，陈大嫂，来，你好，哇，啊，你这不易，啊，较不易啊，坐定我给你看，来，好来，阿姨啊。豆豆来，要起夹，哎，第一道的卡只飘溜去啊，安尼，啊，贵啦吼，还是讲起来，迄个拢有长啊，对啊，煞厉害所在哦，即个大无破，大未使破，对，我朋友人，我朋友人吼习惯即个气味啊，你品看卖，看有臭无？嗯，臭得很有味道。哎呦，这种物件敢会用得食的？陈大嫂在咧讲哦，这款的海鲜臭豆腐啊，切开了后，搁爱将内底的腹内给清好清气，然后呢，用盐水甲泡半点钟，啊，滴给穿过，放伫个网海顶头曝日头一两工啊，就会当摕来食啦。来，大家辛苦啦，平安的臭豆腐。陈大哥。今仔日哦，一落飞机到即摆哦，就是为着这个臭豆腐啦，安尼伫遐做几工啦，辛苦。恁我看恁安尼食真辛苦。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嘿啊，会当食到这臭豆腐哦，算作有那真奇葩。对啊，臭豆腐的臭你有闻到吗？有啊。来，准备食看卖啊。这个见鬼哦！对，见鬼，就是安尼。哦，真哦。啊，我帮你食鱿鱼的，用安尼煸哦。嗯，哦，你看我开始食用。哇，脆！哦，来，阿姐嘛吼，你用那个盐，加过这个啊，对，还有蛮细的。哎，吃起来无同的哦。拿秤。哎，安尼足芳的啊。嗯，芳哦，这片足芳哦。你看拿姜拿薄哦，伊迄韵味拿造出来，我来讲。哇，一点仔都无臭啦，伊这不是叫做臭，伊这是咱鱼啊鱼啊味啦。可以干来食就足过瘾。对啊，最后嘛，真侪摕去卤肉啦，还是卤白菜啦，做几哪款的料理出来。这，越食越香。嗯，安尼好啊。人工若有机会吼，真是会去想到这，迄个时阵再过来。OK， 欢迎，谢谢，欢迎。哇，对着陈大哥安尼一工做落来呢，我感觉讲一个人要管理这么大的向往啊，实在是真辛苦啦。好个，再讲今日倒转来帮忙。尤其是即摆热天到啊，伊甲伊个后生呢，规工拢伫个日头卡，佮安怎讲，嘛要照顾到遮个鱼仔鱼孙，将品质家顾好，推向国际。我阿灿啊呢，嘛要甲辛苦的渔民讲一声，感谢恁咯。对着平湖海王子吴师傅呢，安尼食完这海上个臭豆腐了后啊，我决定讲继续跳岛甲耍落去。要跳去小金门找我的好朋友松柏啊，啊，好伊哦，这内行的在地人啊，带咱哦来去好啊耍一下小金门，找好料的，食好料的。听讲小金门呢，甲以前啊拢总无同款啊，变甲是不哩啊好耍哦。三哥，一家啦，一家。哎，什么呀？你好，来，欢迎，你好。
吃久不快，吃不快。对啊对啊。哦，你算算，你几啊年啊？几啊年啊？几啊年啊？嘿嘿嘿。我今日摕这金门米的。哈哈哈哈哈。一口我就知啊，这咱是贡糖油炸粿，对吧？啊，红粉番仔粿，哦，这就是咱小金门吃，哦，较早你甲我教的就是古的。啊，对，我拢记得啊。哇，你摕这边啊，要来就见面，就要我吃。你回味一下。回味一下。哎呀，对啊。啊，甲咱的贡糖，啊，这样呢，哎。嗯，这几天来给他吃哦。哎，哇，赞赞赞赞！哦，这种也好吃。嗯，而且这金门菜不同款哦。对啊，咱们以前拢广泛啊，从那个三四年前来蒙古广泛啊。哎，拢不同。所以我带你来试试，要来看看，嘿啊嘿啊。哎，好啊，好啊好啊，啊你看你吃，吃吃一吃。对啊。我行到大只，行到大只。哦哦哦，哦，你准备到好势好势来吼。嘿啊，金门足适合脚踏车呢。我今卖推广吼，脚踏车绕小金门。哦，小金门。以前我们问较早小金门迄个外面是车车道，车车道了以后建车开的。哦，咱建车咧开的迄个车道，迄车道两条。哎哎。啊，这改正是迄个脚踏车的用药。哦，当去。有用用药脚踏车道。哎。嘿啊，啊，今卖骑吼，你骑呢当看到厦门，看到大金门吼，全拢安尼，啊，一览无遗啦吼，风景足水安尼。小金门呢，实在是使人怀念的所在啦。想讲我阿灿啊吼，当年嘛是来这金门的金门部做兵哦，所以小金门呢，拢嘛时常来。三不五时啊呢，嘛会去迄大担、二担迄边遐锣鼓唱歌，啊，互阿兵哥啊听。迄个时阵啊，那讲起来差不多有四十多年啦。伫这个小金门呢，嘛是有真侪回忆的所在哦。上辈啊吼，伊时常伫咧讲，即摆小金门呢，实在是真适合来遮度假啊，甲休困啦。除了讲以前大家知影的兵营、碉堡以外，其实呢，还阁有真侪会值得咱大家去看的所在。就亲像内政部所办的活动，台湾宗教百景前五十名，小金门呢就有两个啊。出名的烈屿宝兴大帝庙，啊，甲罗厝妈祖公园，拢是呢，会值得咱大家去甲行行看看的哦。哎呦呀，这是属于倒一个方向？这是阮这砖头叫做西崩，西崩啊，它国语叫西方啦。哦，西方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。爱讲哦，三通出境要往西方去，出境就是为这过啊，你来做西方。哦，啊，这不讲哦，做西方。那个西崩。哦，做西崩。西崩。哎，西崩。啊。哎，啊，这个一只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只鸡在那顶头，这款叫做红龟哈。红龟，这里用因为较早的厝啊，拢是闽南式建筑，啊，闽南式的建筑拢叫茶，茶嘴、茶帮嘴，然后啊，迄顶面咧厝呀，一堆拢有茶嘛，拢有挑嘛，吼安尼。啊，这茶诶，较会钓白虾。哦，有来钓有迄白虾，白虾会食会钓鱼。啊，白鱼就是迄个要龟吼，龟伊去食。哦，那辟邪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放龟放在家里，一直拢它可以保护这个些宅，等于出梯子，厝啦，出梯，哎，保护咱的厝安尼吼，是较用的安尼，未讲有白虾来食的意思啦。是。哦，是这原因哦。啊，俺参观里面拢知影哦。哦，了解吼，好，你约看卖一个，看卖金门啊，小金门吼，这放龟吼有几只，你要钓吼，我有奖品。有奖品是啥物奖品啊？我落阮小金门上代表性的竹叶贡糖，竹叶贡糖，你若约到吼，互你食免惊。有影无影？真正呀！我算我啦，又会到就对啦。小金门遮吼，啊简单啦，你看阮的工作人员偌济人呢，济人分配啊，大家分配去吹，对啊，吹到我讲这大家拢有分的哦。哎，有啊，安尼吼。好，较认真嘞，咱来看卖，大家斗阵来去哦，找看咱这皇家到底哦，小金门遮有几只。贡糖吃免钱的，哇，这么好的机会哦，我哪会用错过呢？上撇撇也伫咧讲哦，除了凤街啊、甲北凤爷以外，还佫有一个是来小金门一定爱去的所在，就是呢烈女庙啦。这是小金门呢真重要的信仰中心哦。听伊讲呢，这嘛是观光客一定爱来的景点啦。要唔过这边哦，哪会找无凤街呢？好啦，咱佫继续来去找看卖啊。哎呦喂啊！哦，我安尼找到目睭拢飞去啦！我想讲哪有迄个彩色的？哇，先生啊，我猜你咧，你咧秘书啊，
这米糖要拍个，要拍个大哦。无啦，这什么西米糖？这是阮小金门的特产。这是做百年的迄个老店的迄个寸枣糖的饼咧。啊，你这米，那是什么款米啊？糯米。糯米啊。台湾来的糯米。台湾糯米。做饼。对。百年的。对，百年的。啊啊，你讲好做什么饼？寸枣糖。你捌听过无？寸枣糖。听这位阿公兄在咧讲吼，这间饼店呢，已经是祖传五代超过百年的老店啊。伫咧小金门哦，无人唔知影的啦。因这边的饼啦，拢是真侪伫咧台湾拍拼的金门人上怀念的故乡味哦。而且呢，百年来纯手工的功夫啊，是伫咧台湾吃无的啦。观众朋友啊，咱就来看这位头家用糯米是要来变什么梦呢？陈哥你好，这是妈妈呀。哎，妈妈，对对对。啊，你徛到边啊？甲坐在牙粉。我咧学功夫。啊，初冬的妈妈伫咧煮安尼哦。即摆冬开始咧学啊。哦，你即摆才开始咧学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这本来拢妈妈咧做呀。哎呦，那样搞。阿母啊。阿母啊。喂。啊，你这拢你家己安尼拣哦。嘿，我家己拣，以前那个村老婆咧做，皆家己拣。哦。啊，老婆咧拣。啊！即转来，因转来都很做啊。啊！你即即摆即个做是做啥物货啊？做寸枣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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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讲的差不多。咱头拄仔你拍个米。米嘿，煮米嘿。煮米。啊，吹吹了。唔是无吹。无吹啊，无啥。拍个大料。大料。嘿，变米糊。哦，米糊啊，米糊。做做做一面安尼。妈妈，这做偌久啊？你看。你看这个刀啊，这刀啊，这有历史的哦。我这阮阿公手艺够大做呀。做恁阿公。嘿，阮大官是了十二岁，那这边老爸啊来做做。就开始来做。嘿，来做做。较紧嘞。那你吃面到边发烧？因为这会定义。哦。哎。哦，算未使上班就对啦。阿公啊，伫咧讲，即款寸枣糖呢，其实啊，甲台湾所讲的沙棘麻有一点啊共款啦。也毋过呢，做法甲口感完全是无共款哦。因为早期啊，台湾物资较欠，面粉啊算是哦较高级的食品啦，一般的人拢食袂起。就像讲用这糯米来制作这寸枣糖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因为战争运输较无方便，改用当地特产红高粱落去磨粉制作。也不过呢，伤过厚工又搁浪费时间，最后呢，搁改倒转来用糯米来制作。奇怪咧，啊做甲一半哦，是安怎来？干来剩我，啊甲妈妈伫只无闲，啊阿公兄，嗯哼，是走去倒位啊？阿公啊，阿公、啊，你安尼无意思呢？啊，老妈妈吼，伫遐咧切，伫遐切，伫遐切，啊，甲我两个人伫遐切，我爸讲，哎，来无看到你，安尼向阳走来只怎啊？我伫只咧赶油鼎，你无看？油鼎，哎、欸，啊哎，迄紧嘛是会当煎，啊慢嘛会当煎，是安那做啊？切看。我这是用啥大茶，你无看？啥大茶啊？用啥吼？哇，你这造呢吼？哎。哦，我会记较早。唔是用加水，加水会当浸干、浸细。是啊，你若无用加水，那要过用造。咱遮加水较早加水吼，太不方便嘞，搁贵。加水爱用配起，台湾一直配来个食。哎哎，啊那水较早就拢用。大茶，安尼特别少。安那安那，这方面嘞，这钱的方面是。钱的爱钱啊，可以来这安尼多好炒。糯米的甲面粉无同款，就是伊迄哦爱赶时间，按迄个面切的，啊切好就爱赶紧落鼎煎，煎好等下就滚糖起来，安尼酥会芳，好食就是食。你切的时候，伊的大鱼啊。对，伊的糯米的大鱼，大鱼的筋甜甜。啊，你啊，内底若无够鲜，够无够熟，伊内底软软，伊嘛无好食。莫怪哦，莫怪讲咧，直直甲我赶啦，就是因为吼，这糯米的关系啦。阿公兄直直讲哦，要做这款传统的糕仔饼，就是爱照步来。一日开始哦，就敢若亲像战争共款，完全哦，拢总袂用个四角差的啦。火候啊，甲温度的控制呢，拢是爱靠功夫的啦。时间若是讲抓无好啊，可能就规鼎就拢海溜溜咯。看因啊，这么啊专心，伫咧看这鼎内底物件，看起来哦，这鼎哦嘛已经差不多好啊、哦。
好啦，安尼呢，我着吼，赶紧来给伊斗三工哦。哦，阿母啊，哎，阿母啊，你即摆在做啥？做炒素料。做，哦。炒素料。炒什么素料？炒素料。炒素料。嗯。讲，你当讲我做素阿果。素阿果。哦，素阿果啊。啊，讲几啊种的，啊，有嘛许，国语面讲毛花。毛花。嗯，啊，有蒜蓉鸡。蒜蓉鸡，嘿，蒜蓉肉，蒜蓉鸡，哦，蒜蓉鸡，嘿，蒜蓉鸡就是讲，出在人叫叫几样项，几样项安尼吼，是啊，个蒜蓉鸡，蒜蓉鸡，前来做蒜蓉鸡是内底有蒜蓉的味，蒜蓉变成蒜蓉肉，哦，蒜蓉口味，这大家要吃迄个蒜蓉的口味，安尼哦，这是用哪用米来去做的哦，用米粉，而且。即安尼烧，上手好烧，上爱烧哇，烧啊烧到变大缸，烧到变大缸，啊烧啊够长，啊甲拍瓦起来，安尼够够，安尼大水缸，啊大水缸袂使，这就爱食这手中心，手中，食这安尼，中食，嘿，啊这安双边咱豆豆甲吹出。这位妈妈哦，实在是脚手有够溜厉害啦！伊做十几条啊，啊，我还搁咧烧一个啦。阿光兄伫咧讲哦，因为呢，这款粿仔饼大部分拢是在地人伫咧买较济，而且呢，拢是吼全天然的物件落去做的，是放袂久啦，啊嘛无请人来做，所以呢，每工的数量啊，拢是有限啦。就亲像讲哦，这叫梅叶糖的部分啦、啊。就是哦，哎呦，真吃力哦，一定爱人工来做啦。每一粒拄拄煎好的寸枣糖呢，爱搅甲焦匀，搁免去伤着来破去啦。安尼呢，就无好食。这步吼，过去是绝对无法度通好做啦，实在是有够忝的。哥，好哩。哦，很舒服。哦，这手，手会酸嘞。哎，小妹。哎。我打了。好嘞。啊，他妈这脚啊，得甲倒过去。哦。烧哦烧哦，烧惊香。好，阿叔来甲煎熬平了吼，阿唔着搁等伊冷。哦，太烧，太烧。哦，太烧来搁做。冷伊。哦。都紧做啊。哦，即摆，咱即摆就爱先经过甲切了了啦。切了。阿妈，这个功夫吼，实在是吼，伊搁爱脚手爱紧。啊！这我拢唔敢甲你插落去，我若要插落去，万一我瓜搁慢，啊慢搁定义，搁无法当切。你那都无插到。哦，这实在是吼。迄钱来咱就还去。哦，拢帮不上忙嘞。哦。嘿，有影嘞。叫做陈小宝，这啥？寸枣藤。寸枣。嗯。台湾讲我是杀鸡嘛，咱这个孟家讲我是寸枣藤，寸枣藤，台语寸枣藤，嗯，啊，那个国语讲杀鸡嘛。对啦，这个寸枣藤吼，人讲是呢，金孟家吼特有的物件。你有看没？安尼哦，妈妈哦，对头到尾完全拢是用手工落去做，可惜个，伊的味道，甲咱台湾的杀鸡嘛是完全拢无同款。哦，尤其是即摆拄安尼烧烧拄起来食，哇！特别是有够香，有够好食。你若相信，你若来小金门哦，食看卖啊，一定味道拢总无同款。哦，对吧？看阿光啊，甲因妈妈两个母仔囝哦，吼，迄脚手有够紧的啦。啊，这搁袂用等的咧。我看哦，我也是在边啊吼，帮忙斗食就好啊啦。安尼哦，才袂去影响到因的工课。阿光兄伫咧讲，咱今仔日的运气算袂歹。等一下，搁下当做另外一款饼，要予我食看卖啊！这款饼呢，搁是因兜的招牌哦。哇，这么神秘哦！招牌搁爱看运气才有哦。敢有这款代志？哎呦，袂歹呢！来这样做一个啊，你甲看卖，就小笼包能够食。你要请我食小笼包哦？这不是小笼包。啊，这不是小笼包？这是小金门的咸饼。咸饼，咱台湾敢那无看到吼？无人有买啊。这包括大金门嘛无，小金门遐有。安尼哦，这是敢有咱组团的哦。嗯，啊，这爱靠天食饭的。是安尼讲，咱会讲靠天食饭。天公伯爷无你做，你就无法度做啊。哦，你咧讲安尼回缩缩，我听拢无呢。是啥物？是安尼讲，咱会讲天公伯爷。这因为这种饼吼，伊爱有迄个湿度，爱有湿度，湿度较会软。
国历四月份，到九月份，哦，这段时间就是，较无风无遐大，啊，较有大雾啦，还有湿度，啊，伊个饼就较会软软，较会好食。啊，那其他，其他你着伤过干燥嘛，因为这种饼内底是无油脂，伤过干燥伊着硬，会当做，啊，是无好食，无好食做出来，怕歹扛棒啊。哦，所以段时间就不做了，对。对，我我今日吼来遮吼，啊，就是目的要找一挂咱的风机啦，风机无？啊，风机哦，我安尼找较侪，我安尼规个小金门安尼吼找透透，咱遮到底是拢总有几只？是哦，咱小金门遮。小金门，阮伫遮也无讲太去注意啦，因为规个路的拢是啦。啊，我听人讲是较久的啦，差不多十二三只啦。啊，最近有慢慢因为开放观光吼，加一挂新景点出来，又用一挂新的，差不多二十一只吧。二十一只。主业共堂，共堂那个相片啊，你又唔知？哎，我表哥。做你表哥。对。人家讲我在偷嘛，哦，以为咧讲阮做饼，你嘛做饼，对啊，因为较早吼，几年前吼，我有去甲采访啦，大家熟识，拢做朋友安尼啦，今仔咱嘛是拢做老朋友安尼，以后来遮我就搁叫一位人要来啊，他想来，这个，哈哈，冒死啊啦，有咸饼通好食，等一下呢，搁有迄个贡糖，安尼哦，连咧盘手咧我都醒起来啦。阿公阿弟咧讲吼，因为小金门这几年来啊变化较大，厝是愈起愈悬，真侪以前的风格啊，拢藏伫个巷仔内底，变甲是较歹找啦。有的是藏伫个厝尾顶，安尼细细只，无特别注意吼，是真歹找啦。也不过呢，这嘛是一种特色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你若是后摆有机会哦，买当来遮找看卖啊哦。哇，阿妈哦，哇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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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吃点点心，来爸爸妈妈是年岁大啦，啊无你无转来食哦，即个就失传去啊。啊，想嘛真可惜啦。吼，咱少年人吼，佮倒转来安尼来，啊来做来做这饼安尼，这，大家来做，大家嘛帮我欢喜啊。安尼吼，有影。台湾物价是要转，对啊，迄个咱就尽量咧哈，这内底有我做诶啦，这有我做诶，啊我拄啊伫遐斗做啊，我咧，我常常看你啊，是诶，我嘛常常看你咧斗，安尼哦，我拢安尼啦，我再一个，这拄啊我有哪有搭切着呢？啊阿母啊都拢甲我教讲要安怎做安尼。安尼真好。安尼吼，哦安尼好安尼，系啊。安尼功夫学了学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学什么？学一挂功夫吼，我好诶。是啊。嗯，安尼好啦。功夫上好。啊，做恁大家拢老风筋。嘿，拢互恁食到200岁安尼。哦，真好。饼的香伫个嘴内，欢喜的心伫个阿嬷的面上。就亲像百年的糕仔饼同款，外表看起来简单，无虾米特别。也毋过，每一步的功夫，拢是呢时间的磨练所换来的甘甜蜜蜜。阿公兄伫咧讲，虽然呢这边的生活无亲像台湾遮尔啊精彩方便，也毋过呢有真侪时间甲厝内面的人斗阵做伙。有闲的时阵，骑着脚踏车伫咧树林中散步，吹海风，放慢脚步。慢慢来享受着人生，安尼啊，嘛是袂歹啊，你讲对无？有一块土地，一块充满人情味的土地，有一群人，一群满心朴实的人。
仰着台湾人，不惊艰苦的精神，拼出每一人头壳顶的一片天。